下辈子不一定还能遇见你，所以我很珍惜，不敢大意。还不够吃啊？不够，你别吃了，别吃了，多给我儿子。哎呀，看到没，你有亲孙子，儿子慢慢吃啊。去去去，爸今天怎么这么偏心他亲儿子啊？看他吃的这么香，我也好饿啊！来，女儿，别看了。哇，你吃这个大南瓜。等一下，藏什么好东西了？吃南瓜？是不是有套路啊？没有，快！哎呦，你们！我还是南瓜。爸在笑什么？笑什么？爸对你可真好呀！吃吧。果然是外人。吃吧，吃吧。爸，这大早上的我不想吃南瓜，我可以吃个香蕉吗？香蕉也给我拿一根吧。要不是爸袒护你，你今天还吃不上面和鸡蛋。阴货来了，今天必须造的骨头都不剩给你。哎呦我的妈！平时儿子总欺负他妹妹，今天必须帮十三香出口气。先等儿子吃饱了，省得一会他来抢。别说，这香蕉还挺甜的啊，比他面好吃。爸还是爱我的。哇，真香呀！都给你爸看过了。哎呀，我的妈！你先吃着吧，爸待会给你一个大惊喜。爸，我还是好饿。我能吃点小零食吗？吃，我也饿得不行了。这自私的儿子就知道吃独食。小零食看起来就香。爸，我给你，给你弄一个，来，给你吃。给我，是吧，爸？没事吧，再给你弄一个。还是我的小棉袄懂事。没有眼力见啊！哎呦，给谁才不知道啊？才换个口味，就知道使唤我做事。要不是爸在旁边，我就把哈密瓜扣你头上。爸，再来一个。爸还挺喜欢吃的，看来我没有买错。还真是越吃越香啊！这孜然味的，还有点像那个河南淄博烧烤的，是吧？嗯，是的，跟那个味道特别像。配面吃的挺不错的。他这个不止配面好吃，配米饭、馒头、饺子啊。都很下饭的，很香的。关键啊，它这个吃起来香辣 Q 弹有嚼劲，你看还能拉稀。这个应该很贵吧？爸，这一点都不贵，都是我在直播间抢过来的。朋友们，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个手撕酥肉，它这个都是用东北的优质大豆制作而成的，但是它吃起来有肉的口感，而且啊有孜然跟微辣两个口味可以选择。现在直播间还有活动呢，9.9块30包，还给你们包送到家，喜欢的可以去拍一下。9.9块30包呢？嗯，那挺划算的，爸。哎，别吃，给我。我平常熬夜、追剧、上厕所都可以吃。吃，就知道吃，要不赶紧吃。我还管不了你呢，等着吧。哎呀，吃饱了啊？吃饱了，女儿，你吃。哎呦我的妈！爸，这三伏天吃南瓜不太好。哎呀，废话真多，让你痛苦吃吃，都给你吃，吃吧，吃，打开，打开，大龙虾。下辈子不一定还能遇见你，所以我很珍惜。不敢大意啊！不够啊！不够，还不够我塞牙缝。你别吃了，我儿子，慢慢吃啊！看到没？这就是我亲生的。妈今天怎么偏向他亲儿子了？一个字，绝！哎呀，来来来！原来妈去给我端好吃的了。等一下。我倒要看它里面是什么。生菜呀、啊、妈，你这老婆真好。吃吧。妈，这生菜都烂了，怎么吃啊？哪烂了、啊、医生让你多补充点蛋白质，多吃点生菜。有的吃就不错了，挑三拣四给你惯的。香蕉是你吗？我妈也拿一个。还有香蕉吃，真是便宜它了。看你干的活，我说什么来着？这野丫头啥事都干不好。
当初叫妈别养，非得养。这个香蕉好甜啊，比我在农村吃的猪糠好吃多了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我妈今天烧的面跟蛋真不错，以后让妈天天给我换这花样烧。好大儿可真能吃，多吃点营养跟上，长到1.6米当妈的就开心了。嗯，真香。有点饿呀。嗯，我也好饿呀，妈。哦，对了，妈，我昨天买了点小零食，我可以先吃一点吗？哦，赶紧拿上来，妈也饿了。我这女儿脑袋确实不太灵光，小零食看着不错，看起来好吃，好吃的，妈，我给你吃，来，妈，拿过来。她怎么连妈的都抢？那我再给你吃一个。还真不错呀，要不说他们眼力劲儿呢，自己都吃上了，不知道给我换个口味猜一个吗？好，真的是，妈，这孜然味的跟那个河南淄博大烧烤还挺像的。嗯，是跟那个味道一模一样。下次给妈带你去吃啊。嗯，行。嗯，准备辣的，小心凉了，配着面啊，真下饭。他这个不止配面，配饺子、馒头、米饭都很下饭的。少在我面前抢风头，家里谁是大小王分不清。妈，好吃吗？好吃，吃起来呀，香辣 Q 弹有嚼劲，关键它还能拉稀。这个贵不贵呀？不贵不贵，这个一点都不贵的，妈，都是我在直播间抢的。朋友们，给你们推荐一下这个小零食，叫手撕素肉，它都是用东北的优质大豆制作而成的，而且啊，有孜然和微辣两个口味可以选择。现在直播间还有活动，9.9块30包，还给你们包送到家，喜欢的赶紧去直播间拍吧。9.9块30包，嗯，挺划算呀。嗯，给我，都给我。我平常熬夜追剧上厕所都可以吃。啥情况？我给妈买的。妈的就是我的呀，是吧？我吃了。吃了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太满足了。吃饱了。饱了。嗯，来，女儿，你赶紧吃吧。吃生菜吧。这生菜都坏了，吃不了了。谁叫你老吃生菜？下面有好东西啊。下面。哦，大龙虾！嘿，你别去，我太难了。